老婆，这个搓衣板好久没用了，都发霉了，不知道现在还好不好用了，我试一下。哎哎哎！哎呀，还是不试了吧，等一下搓衣板坏了就不好了。哎，老婆，我新学了一个舞蹈，还有一套醉拳，我展示给你看一下。接下来到醉拳环节，打醉拳最主要有三点：第一，要喝酒；第二，还是喝酒；第三，不要浪费。